怀与禅色，千载难逢一抬头，万事岁月一本经。千载难逢一抬头，万事岁月一本经。风潮无敌一整路，旧末世难以筑起，百年虚云一代起，一生中生中不一边际。少奶奶，咱们还是走吧。我偏不走，我就不信你们敢血溅佛门。你们几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小女子算什么本事吗？阿弥陀佛，师父，二位师主说的对，堂堂几个大男子怎么欺负两位弱女子啊？师父，师主究竟为何闯入本寺？说出来看我能不能帮你们。我想出家。笑什么？想出家是好事吗？善念。走，跟老衲来。嗯，走。嗯，二位施主为什么想出家呀？成佛修行，还有普度众生。那好吧，老衲现在为你们剃度。啊，现在啊？等等等等，老和尚，你等等吗？怎么了？我听说要在庙里住上一段时间，考验考验再剃度啊。个人因缘不同，剃度的方式也不一样。再说我们这是男众丛林，不许和女众混住。女施主出家心切，我先替你们剃度了，马上把你们送到几十里外的尼姑庵去修行吧。我剃了头也不能住在这儿啊。那还是算了吧。不剃度了？不剃了。不出家了？不出了。二位可以走了。敬臣送送二位施主。是，二位请吧。咱们就这么走了？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不行。哎，少奶奶，小姑爷，别叫啊！你出来呀、啊！别叫了，小姑爷，少奶奶，你在哪儿啊？少奶奶，我是香月、啊。少奶奶，小姑爷，少奶奶，别叫，你出来呀、啊！你在哪儿啊？你要是再不出来，别闹！少奶奶，施主，你要是再不出来，请不要我就谁呢？出家当尼姑了。你为什么不敢出来？别叫了，你是一个胆小鬼。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把这庙给烧了。少奶奶，我自己再去投河自尽。小妹，小妹，你在这儿胡闹什么呢？啊，姐姐，他为什么不出来见我们呢？为什么？也许，他根本不在庙里。真的吗？
真的，如果他真的在庙里，他一定会出来见你的。啊，走吧。小翠，我们走吧。师父们，对不起了。不过，你们日后要是见到古言哥，我求你们一定要转告他，就说我好想他。姐姐，你也想古言哥对吗？没有，走吧。阿弥陀佛，你一定要记住。哎，好。哎，哎，哥，哥，啊，不过，哎，你来，啊，哥，你今天跑哪儿去了？我找你半天了。我该去坐禅了。不是，那是一个我早上认识的云游僧人，他说要带我去云游四方呢。那你有没有跟常住告假呀？哎，刚说过，只可是是同意的。那我恭祝你学有所得，修有所成啊。哥，你不反对？云游天下，逍遥自在，本身就是你的梦想，我为何要反对呢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要是离开哥了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呢。哎，哥，他日你要是成佛做祖了，可千万别忘了杜小弟一把啊。成佛过来一下。师弟啊啊啊、哎、那我祝你一路顺风。哎，来啦。弟好点了吗？都快一年了，怎么就没有一点他们的消息？会不会在哪儿摔伤了，或是在路上碰到强盗了？爹，您别瞎想了，你还是千万保重身体吧。啊，我是大半截身子已经入土的人了，还图个啥？儿啊，你是不了解做父母的心呐，哪怕报个平安也行啊。爹，您放心，他们都很好。媳妇儿，你有他们的消息吗？师父，请您把脚收一下。以身不收，你还是退回去吧。弟子以进不退。如果以进不退，你难道还能从老僧的腿上碾过去吗？师父，弟子得罪了。哎呦，我的脚啊，我的脚。师父怎么了？师父，哎呦，师父，赶快召集僧众到法堂。是。见法堂不成，应该误会吧。刚才碾伤老僧脚的家伙，给我站出来。脖子伸过来。你们都害怕了吧？俗心未泯，切合我意者，古言也。好一个已进不退。告诉你，古言，你父亲已经动用了福州知府的关系，很快就会来寺庙里搜查。老僧恐怕再难替你搪塞了，
去是留，你自愿吧。弟子绝无回头之念。涌泉寺你恐怕是住不下去了，我可以介绍你到别的寺院去。弟子想到后山深处岩洞里修苦行。苦行苦行，说易行难呐。许多人想苦求佛法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深山岩洞里度过修行这一关的。昔日大唐三藏玄奘法师欲求经于天竺，他先学梵文，日行百里，后方至沙漠荒地，无水无粮。他又练习绝食，先由一日一天，后至十日，古德修行已有楷模，弟子誓愿效仿一二。你若有此意，我为你受具足戒，受戒之后何去何从，你自愿吧。你已元寿俱尽，现赐你法名眼彻，字德清，从今往后需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以佛为师，以戒为师。快！站住！师父，出家人要讲究威仪，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阿弥陀佛。后山狮子岩下有一岩洞，很适合你，就看你有没有缘找到。谢师父。来，这个你带着，住山洞里用得着啊。多谢。快逃吧。谢师父。翻过这大山了，根本找不到，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跑掉了，回去可怎么交差呀？那没办法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好吧。我从哪里来？我从寺院里来。从寺院之前我从哪里来？我从泉州来。从泉州之前我从哪里来？我从萧府来。从萧府之前你从哪里来？从萧府来之前我在哪儿？我是在萧府降生的，当然是从我娘的肚子里来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玉堂，本当秉承家训，恪尽职守，造福一方。无奈病体拖累，有志难酬，
今日辞去官职，实乃迫不得已，望列祖列宗宽恕。停一下。爹，您这是？家丁说他跑到山里，应该就是这座山吧。姑爷，姑爷，我知道你在这座山里，我是你爹，萧玉堂。我以前对你太严厉了，你想出家，就出家吧，爹。不再逼你了，爹，你可别在山里头躲着呀，你一个人在山里可怎么过呀，出来吧，爹已经老了，爹要回湖南老家入土了。爹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爹，从今往后咱们父子俩怕是再难见面了，你出来吧，让爹最后看你一眼。爹，爹，孩儿要是回去见你一面，怕是再也没有勇气回来了。爹，待孩儿修行有成，再报此恩。咸丰十年，21岁的西云居山修行，他以种种苦行来征服肉体，熄灭妄想，居岩洞，食野草，饮涧水，与虎狼为伴，虫鸟为伍，前后长达6年之久。少爷回来了吧？谁呀？少爷，少爷！这明明听见敲门声的，怎么这人到哪儿去了呀？别害怕啊，师傅。荣管家，我是谭世奇呀。哎呦，是谭少爷呀。荣管家，哎，听说你参加了太平军，被打死了呀。我是参加了太平军，可是我没死。您瞧，我这不是还活着吗？那回我受了重伤，整整2天，可我发现我还活着。荣管家，
我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呀。哎呦，你们这些做少爷的，苦的可是你们父母哦。您别说了，我家里的事我都知道了。荣管家，可是这萧府，他怎么也空空荡荡的？哎，自从古言出了家，萧老爷一家辞了官回湖南老家去了。可是，那我小妹和田鄂英呢？他们也一起回湖南了。听说呀，谭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荣管家、啊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，告辞了。谭少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您把我们撇下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老爷呀，放他。老爷走了，这个家也就散了。为了治好老爷的病，四处借债，这栋房子也是别人名下的了。老爷在世时，我就对老爷说过，如果你走了，我就去当尼姑，你们两位呢，回娘家领嫁。婆婆，您何出此言？我们两个既然已经嫁到萧家，生是萧家的人，死是萧家的鬼，这三从四德的古训我还是记得的。我也早想好了，人生苦短，不如就出家了吧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我爹我娘都过世了，你们叫我去哪儿啊？要不然让婆婆替你做主再领嫁吧，好吗？自古多事多情女子负心郎，我还找什么人家？婆婆，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当尼姑吧。居山好，居山何以好？起时日高睡时上，山中软草以为衣，摘时松柏随时饱。我牙堪时枕脑，一抱乱草以为袄。面前若有虎狼道，一阵风来自扫了。居山好，居山好，明将利索斩断了。一日一餐四十一，慈悲喜舍忘记了。居山好，居山好，七情六欲参空了。茫茫人海苦难多，只图自己清闲了。上座，请赐教。修行人，问你一句，你苦行六年，可曾证得三藐三菩提波罗蜜啊？三藐三菩提波罗蜜。再问你一句，如何才能使一滴水不干涸？如何使一滴水不干涸？一滴水，一阵风，不就把它吹干了？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把它放到大海里去不就行了吗？放在大海里去。大师，请指引一条明路。你呀，把衣服换了，然后到天台山找荣静。天台山，荣静。大师，大师。Thank you.
阿弥陀佛。哼，你就是老滑头所说的野人。贫僧虚云并非野人。哼，贫僧知道你在岩洞苦修六年并非得道。小师父如何得知？你叫贫僧小师父，那谁是大师父？阿弥陀佛。哎，修行人你心中有大小，可贫僧心中没有大小。出家学佛之人不应该有分别之心，你知道吗？小师父说的是。荣静这个老滑头，什么事都让贫僧做，等人的是我，扫地的还是我，他呢，哼，大树底下好乘凉。算了，他是我师兄嘛，年龄又比我大。荣静法师是你师兄？对啊，他和我拜的是同一个师父，就差那么一点时间，却总是倚老卖老的。贫僧以为。以为什么？荣静法师年高德勋。年嘛，嘿，是高了点，80多岁了嘛。那师父为什么要说和他只相差一点呢？百千万年还一瞬间呢，70多可不就一点吗？师父所言极是。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吧。你带了什么东西来见师兄和我？本来无一物。哎，那你背的是什么？方便铲。哼，你说本来无一物，那请问方便铲不是物是什么？嘿嘿，怎么样，你又输了吧？阿弥陀佛。岩洞六年，你熄灭了许多情和欲吧？无情无欲。无情无欲，你岂不成了木头？学佛之人并不是颠倒人情的，而且还要对众生多情，多情了才会把我去掉，才会把众生装在心中，才会有一颗平常心。哎，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走吧，贫僧带你去见荣静老法师。阿弥陀佛。这位就是。功夫，虚云顶礼老法师。哼，争强好胜，故意卖弄，明天再来见我。哎，师兄，这回可是你的不对了。师弟，好吧，还是听你的。咳得这么厉害啊？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吧，没什么，老毛病了。哎呀，你就是太累了。你怎么都咳出血了？还说不严重，我这就给你抓药去。
我这病啊，没有什么药可以治得了，咱还不如省点钱去救济那些在打仗中死了父母的孤儿呢。田鹤英、谭香月，你们是在这儿吗？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？谁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我去看看吧。你是小妹？哥，我是你哥哥。你还活着？哥，真的是你吗？哥，哥，真的是你吗？小妹，我好想你呀，哥。你哥回来了。小妹，阿弥陀佛。何英，何英，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。阿弥陀佛，谭施主真是福大命大。谭施主？谁是谭施主？哥，说你呢，我们佛门中都是这么称呼的。哦。哎，哥，你怎么穿着清兵的服饰啊？我现在在湘军中做官了。你不是参加太平军了吗？哦，那都是从前的事，别提他了。我是在找你们的路上被湘军招募的，那时湘军正围攻太平天国，我还立了一功。凭我谭世奇的能耐，很快就能混出个人样来的。何英，小妹，等我功成名就之时，我就来接你们还俗。时过境迁，我们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。出家为尼是我们自己的心愿，至于还俗，请谭施主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你怎么说话那么像个尼姑啊？我本来就是个比丘尼。啊，你们先聊吧，我要去诵经了。哎，何英，都是萧古言这小子害的，我绝不会饶过他。哥，你要心存感激，不要憎恨任何人。香月，你怎么说话也变得怪怪的。环境都变了，人当然也会变了。哎，哥，快进屋坐一坐吧，小妹给你泡杯茶。走。何英，何英，何英，我认为这儿不适合你，你还是早做打算离开这儿吧。是啊，我承认我过去深爱着你，为此还做了很多的蠢事。经过这么多年的时事变迁，这份感情一点也没有变。如果你还俗的话，我们完全可以做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荣总兵想把他的女儿嫁给我，如果我答应，很快就会青云直上。可是我的心里一直在想着你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啊，何英，你这……哥，哎呀，哥，静姐，你该上晚香了。阿弥陀佛。谭施主，我劝你还是娶了那个总兵的女儿吧，这样对你的前途有好处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就请你出去吧，这里是不能留宿男众的。好。
哎呦，你不要捅他，让他睡一会儿吧。师兄，这回又是你出的主意啊。嗯，要是他摔死了，你可不能怪我啊。我负责行了吧？嗯，你也不想想，要是你在深山老林里与虎狼猿猴一块生活了六年，你会摔下来吗？嗯，哎，贫僧虚云，顶礼老法师。走了31年，你才走到我这儿来呀？啊，你是药翁？药翁荣敬，荣敬药翁，不过是个符号而已。虚云拜谢老法师一路指引。过去的要如雁过长空，不留痕迹，重要的还是你当下的这颗心在何处。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似人非人，似鬼非鬼，不是正道啊。弟子因见古人多苦行成道，因此效法，愿听大师教诲。你只知道古人修身，却不知道他们也在修心呐。修身之结果，虽然能练身轻体健，耳聪目明，再进一步或许有所觉悟，但如此一来，从自己开始到自己了结，充其量只是一个自了汉。与我佛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自度度人，出世间而不离世间的境界相差甚远呐。大师一席话，如醍醐灌顶，令后学茅塞顿开，恳请老法师慈悲，让弟子留下跟大师学法。难道你还没有留下来吗？从明天开始，由我师弟教你天台教观。多谢师父慈悲。荣敬这个老滑头，什么事儿都让贫僧做。给你剃头的是贫僧，给你讲天台教官的还是贫僧，他呢？大树底下好乘凉。哎，你好聪明啊！有这样的师父，笨人也变得聪明。来，你自己照照看。哎，你看什么呢？看自己。若想从镜子中看清自己，就要停下来静静地看。看不是用肉眼，而是用心智。这种镜子不止你手上有，它无处不在。在虚静中观照自己，才能体会到自性即无自性，无自性即空。多谢师父开示，不过我这儿……哦，哎，我忘了你头发了。哎，你这3000烦恼丝啊，总算是剃完喽。哎，听师父说，原来你也有家人的，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
哦，是这个吗？如果有一天你要实在能见到他，就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好吗？放心吧，姐姐。姐姐，你先歇着，我去看看。姐姐是个弃婴，她的父母在逃难途中伤亡了，然后同路的好心人就把她送到这儿来了。你看，是个女婴，挺可爱的。嗯，你看多可爱呀、啊！好漂亮的一个女孩啊！是啊，妹妹，嗯，你就收下她吧，收她当个义女，让她陪你。以后你有个伴儿，姐姐该是我们有个伴儿了，那给我吧。哦，好可爱呀、啊、姐姐，你给他起个名字吧。就叫幽莲吧。幽莲，宫果悠悠至，莲花宝座前。嗯，这个名字好听，姐姐你可真有想法。幽莲，干娘起的名字好不好听啊？嗯，好乖啊，姐姐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唬我呀，姐。姐，你说话呀，你怎么了，姐？姐，姐！沧桑的。